准备好了吗？ Ready？ 成长的旅途我们走了20几个世纪，早不复以前心中所有的孤独和质疑。有时我很清楚，有时我会忍不住的质疑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还愿意传送他的诗意。他躺在洋洋洒洒几千页的诗词中，不起也不平庸，不沉重也不沉重。他总是动情地告诉我，这不是他独特的风景，而是这所有往来的人一起铭刻的憧憬。